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铃声，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我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铃声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呢个疗剂呢叫做变色妖美，只要个妖妖美，学名叫做 iris vesicola， 英文叫做 blue flag， 变色妖美。这个 iris vesicola 变色妖美这个个疗剂呢主要的是用在一些扁喉痛，尤其是呢是左边的扁喉痛，咁加上呢就扁头痛嗰时候咧，就会有作闷啦，直情呕吐嘅吓。咁同埋有阵时候咧，呕吐物咧，有阵时候可能会好酸吓，酸到咧会乸喉嘅。嗱，记住呢个系一种扁头痛。咁扁头痛通常会点咧？就系有有嗰个视力有模糊嘅感觉啦，作闷啦。OK， 尤其是咧系左边嘅。咁呢种型嘅头痛咧，英文叫做 sick headache 或者叫 migraine headache， 系一种扁头痛。咁通常咧嗰、那个起源咧就可能喺嗰、那个胃部或者肝嗰度开始嗰啲毛病导致呢种咁样嘅症状嘅。咁好多时候咧呢种头痛咧系会出现咧系食错嘢或者食多咗嘢。或者食一啲係比較屬於敏感，對佢嚟講屬於個敏感嘢咧，佢一食錯咗之後咧，就出現呢種咁樣嘅一種咁樣嘅扁頭痛嘅。咁亦都有一種嘅症狀嘅痛法咧，就喺你左眼上緣咧，好似有眼釘咁釘落去咁樣嘅左眼上緣好似個釘咁釘落去嘅。咁如果嗰个扁头痛系喺右边嘅咧，咁我同佢疗法有个另外一只疗剂咧，系叫做血根草吓 ，sanguinaria canadensis 英文名咧就 blood root sanguinaria canadensis 血根草。咁呢个咧系比较上右边嘅，咁即系同佢疗法好得意噶，左右要分清楚嘅。咁当然啦，除咗左边呢只疗剂
嗰、那个变色妖尾咧，另外一个咧就苏药咧，系侧拍苏药咧，都系左边口一眼钉咁钉落去嘅。咁亦都有阵时候咧，呢种头痛咧有伴有耳鸣啊，好大声嘅耳鸣啊，或者咧佢呕嗰阵时候咧，有啲白嘅线条嗰种咁样嘅口水，嗱、啊，好似吐根吓，好似 epic 呢类咁样嘅出现呢个症型嘅。好啦。咁仲有呢個療劑咧，亦另外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是、一啲嗰個胰臟嘅問題啊。咁有啲人咧胰臟出現問題咧，就發現咧佢哋食嘢咧消化好差嘅啊，要食好多啲酵素去幫助嘅。咁呢個嘅嗰、那個iris vesicola 變色妖尾咧，係可以幫助呢個胰臟嘅問題嘅。咁當然同佢療法咧，有好多時候有其他都幾隻其他嘅療劑咧，對嗰個 pancreas 胰臟有幫助啦。咁其中一隻咧就係、是、毒心啦、conium 啦、磷啦、嗰、那個 phosphorus 啦。同埋嗰個海綿 sponge 啊，咁呢幾隻都係 OK 嘅。咁當然啦，呢啲咁嘅情況，嗰個胰臟嘅酵素不足咧，好多時候咧會出現喺一啲嗰個糖尿病嗰陣時候咧，都有呢啲咁樣嘅症狀嘅。咁所以咧嚇，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呢一個療劑咧嚇，嗰、那個變色妖尾咧。是遇到呢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左边的下扁头痛是非常之好用的。袁医生头先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